里边看，那个是你弟弟兄吃的金黄色，喜不喜欢？刘瑞多来套房子啊！妈妈就继承这套房子啊！那老爸给你留的。嗯，刘瑞今天也开心的，房子搞好了，是吧？爸爸更开心的，第一套房子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嗯，开心。不是，牛儿房子很多，好不好？那你别说，这一栋也留给他，那一栋也留给他，现在他有两栋了耶。对。他们说这栋也留给你，二嫂说到时候这栋也给你。都给你。这三间全给牛儿。对。到时候你愿意都给你了，给牛儿。牛儿没有。这个，我开心的牛儿。到房产不得了，爆。哎，我们来说个老实话啊，我说，在座的哪个不帅啊？又来了。啊，牛人了，牛人了。牛人了。笑死你，笑死你。他自己知道，哦，他是最帅的。那很多人说他像举根，意思说举根也帅吗？举根啊，他只是说有点像而已。像他不是帅吗？对，继承了我的优点，继承了我的缺点。主要是像你一样的，嗯。其实我说句实话，幸亏哎不是，刘仁，我说句实话，幸亏没有像举根。为什么？啊，像举根我没这么帅。有的是挺帅的，有的就是那个特不发这个天理还有。再看还有牙齿不好看。我说那个尖点啊，他就是头顶像太像了，还有牙齿不好看，是吧？哎，双手，小莫，你之前跟九哥的头型一模一样。我那天头也有好长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后面慢慢头发长出来了。来，小胖妞，你们那个小胖妞，当时我妈妈说我生下来像袁娅伟。哈哈哈哈哈！袁娅伟，袁娅伟，我没有啊。小丽哥哥说那个好像也是说我，那脸不好看，牙齿也不好看。哎，我是说九根的，没九根。就是我们三兄弟，我感觉老牙很相帅啊。那九根那个就大哥，不要说二哥。老牙，没有牙齿稀帅。你们三兄弟还是九根占第三，因为他是老三嘛。妈妈，在小丽心中，有个肯定是最帅呀、啊，是吧？对，小丽我这个，在我心中他最帅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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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我心中他最帅，他最帅的，哎呦，老爷害羞了，对呀、啊，九根帅不帅无所谓，只要他对我好就对了，对，是吧？那还是自己老公帅哟，是吧？来，爸爸，哎呀，爸爸帅不帅？爸爸帅不帅？牛说不帅耶。牛说没有我帅，是吧？牛说哪里我帅呀？哎，今天又下雨了。没有，他们三兄弟头衔都是和老妈一样，你看老跟老妈是一模一样。老妈呀？啊，老妈那个头衔。我都是印象老妈了。这里就是妈妈。一模一样，九根那不像，九根你看看。我们那个头前面也不好看，后面也不好看。九根，你不要搞特写啊！不要搞特写，没有，九根才是不好看，你看啊，这里有个哦。你聪明啊，这样子聪明头大聪明嘛，啊。队友最聪明的一个。是不是？大嫂好。都好，你这话你看，你二姐说的就是我话喂。都好都好，都好，谁给吃了谁就好。对，这句话是真的。真的太野了。可以哦，这个芒果一个肯定有一斤多哎。大妈啊，一斤多。哇，这个快吃完了，这是九根的最爱哎，刚好。确实我喜欢吃芒果。两个人一个吧，一个吃啊，一人一个不够哎，老爸耶，小胖妞。
看牛肉。来，我这小弟吃一个。一人吃两个，我吃一个。我一直都不吃芒果。不吃芒果吧。我上次那个带过来两箱，那个一天时间都没有了。明明他们喜欢吃啊，你们那边喜欢吃。芒果最好就是海南的芒果，现摘现发的都是非常好吃。上次我他们都说，好多朋友跟我说我搞错了，你们看一下吃货在哪里。直接播啊，播的直接播就可以了，不用花开。对呀，你就直接电播就行了。我一般是这样用手播的啊。阿姐，你不要播了，我给你吃一个就够了。吃一个就够了。我一锅吃完。跟老妈两个吃一个吧。我跟老妈两个吃一个，我一个吃不完，这么太大了。你叫老爸老妈。啊。老妈，我两个吃，我知道啊，我两个吃过。我叫老爸。啊，我两个吃过的吧，我都不认得。哇，快点吃芒果嘞。这个好东西嘞！他吃的嘛，你老爸吃的嘛。啥吃的？老汉儿喜欢吃芒果。那个味道嘛。这么大的苹果，他可以带两个，我们一般都带两个。芒果好啊。这是水果，我听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芒果，金黄金黄的，非常甜，非常好吃。新城的嘛，把新城的试一试。上午我放学了，我不吃这个。你吃了什么东西都要你先吃一口。好甜啊！你看，喝出来都有股香气。嗯，你看，这芒果水分也很足哎。妈妈来了，我就是好，两个人吃一个。嗯，吃不完。那我先吃的，我流口水了。那我那个去刮一盘喽。吃一个。我俩去刮一盘，我刮去了，老师，那你拿你刮嘛。来吃一口。嗯，好甜，真的好吃。刮一盘，牛肉香气。哇！牛肉香来点。舔一下就可以了。哎呦姐，太香了，不吃了。还有老汉儿给你舔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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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舔点。舔一点啊！嗯，好吃。嗯。牛肉等不及了。你看，大点再吃啊！吃完直接说，一点一点。嗯，这芒果确实正宗。哇塞，这个小吃货不得了哦！小吃货比天更多。哈哈哈哈哈！想吃。我这里还有一小半截留给阿杰吃，咬成这样了。哎，哇，这个芒果太好吃了！小陈，你在哪里买的？你想买呀？是啊，这里也吃不过瘾了，要再多买几箱回来，因为我们家人口多嘛，是吧？你看那个牛，刚好他们都喜欢吃。好，我来教怎么下单。怎么下来？你最后留这么点点了。我停不下来，没办法。好像没吃够。还留一点给他们吃嘛。我们再买几件回来。再买几件，九哥不是说要买几件吗？那你多买几件回来。我多买几件回来。这个芒果能放吗？可以放。可以放，现摘现发的它都是，可以最少放，可以，放冰箱的话可以放半个月。哦，就是买回来放冰箱就直接可以，不用坏是吧？那就可以多买几箱回来啊。嫂子，我来看一下是怎么下单的。就在我的橱窗里面。打开头条。哦，打开头条。这里有个搜索，解扫，然后点击头像。哦。这右边滑过来一点点，这里有橱窗两个字，打开橱窗，然后这里有个芒果，一周内发货，都是现摘现发，海南的莲。哦，就是这个是吧？啊，对，直接点。多下几箱，老师啊。好，我来多下几箱。好，点立即购买。那老师，我现在去拿手机下单了哈。不用，我来下，我来下，我多下点，下五件。没事，我下五件出来。它这个是现摘现发的，所以说它要一个星期内发货。
正常的话都是八斤，一件的话有八个左右。我这一件这么大一个个就是八个左右，反正是按重量的。这个真的好大，这个一般的人一个吃不完的。嗯，它这个芒果很甜，水分特别足。嗯，我下五件啊，五件够吧？五件差不多。嗯。那谢谢嫂子。谢什么哟，一家人。那好喽，就下好了。